你在看什么呀？人体穴位图。人体穴位图？你看这图做什么呀？你要改行当郎中？当然不是。前几日我抓了几名细作，正在研究要怎么用刑。不过研究这穴位图好像没什么意思，要是有个实验对象就更好了。你看我做什么呀？你最近有没有做错什么事啊？我能做错什么呀？我什么事情都做得非常好，都做到一碗水端平。是吗？嗯。那这碗姜汤是怎么回事啊？姜汤，我先前询问过四位兄弟，你去他们的卧房可是从未准备过姜汤，莫不是你已经考虑好了一年之后要选我？才不是，我还不是因为你这个人。承认了。我现在就拿去倒掉。已经来不及了。筋骨穴。涌泉穴，公孙穴，足阴穴，滚！有鬼！什么？有鬼！有鬼！快停止你拙劣的表演！真的，真的有鬼！你看，有鬼！看见没？看见没？你在干嘛呀？忽然一阵困意涌上眉梢，不如我们睡觉吧。可是你刚刚没看到，如果是刺客怎么办？昆府守卫森严，哪来的刺客？而且你刚没看到吗？如果是刺客，舌头怎么可能这么长？那你就更应该出去看看了呀。嗯，有道理，你去吧。莫非当朝狂拽酷炫的丞相大人怕鬼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谨慎，不愿以身试险。好吧，我去就回去，我自己去。哎，等，干嘛？我考虑清楚了，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，所以我们还是睡觉吧。可是，那没有什么可是。我阳气重，你靠近我一些，鬼便不敢靠近我们。今晚你不能离我超过一米。走，睡觉。别拉我！